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新歌 MV， 看我再一次72变。其实大家看到就是 NARS 的72变魔方唇膏，就是我这一次的新的 MV 的主题。非常开心这次有很棒的合作，一直觉得 NARS 这个品牌呢非常酷，而且非常有型，因为它一直鼓励大家可以表达独一无二的自我，有一种特别的时髦感跟非常前卫的感觉。那我这一次的主打色就是这一支 Jungle Red 丛林红，听说是 NARS 品牌创立之初的第一支唇膏，来源听说是来自一部电影，非常经典，而且颜色也非常正。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红色，所以我一定会带走它。然后我很喜欢 NARS 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品牌色号呢都充满了画面感跟想象力。还记得我片中的几个好朋友吗？那个都是真实的唇号，这个 Red Lizard 红蜥蜴，就是这一支，它颜色真的非常美。然后还有这个 Honolulu Honey 檀香山的蜂蜜，感觉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淡，但它其实插上去嘴巴的时候就会非常润，而且虽然看起来有一点点难涂，但它其实非常时髦，你一定会有个性的女生，你一定会喜欢。然后再来就是 Bulgarian Rose 保加利亚玫瑰，很适合长发公主，而且你擦上去可以感受到这个玫瑰的香味。喜欢我这一次的72变吗？跟着 NARS 的魔方唇膏一起，你也可以72变哦。